这活络油或许有帮助。嗯，妮娜姐，幸好这有你，要不然我得多孤单，被他折磨得多惨啊！以前呀，我也帮他擦活络油，他个数劳损的程度，比你可严重多了。要成为他得受多少苦啊？小面包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过了基础关再说。 要成为他，太遥远了。我知道，妮娜姐，嗯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马来西亚，我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。那你结婚了吗？我父母啊，生了7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家里最小的弟弟比我小16岁，我爸爸。 是个酒鬼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，家里的事一点都不管。我从小就跟着我妈照顾家，照顾弟弟妹妹。我也想上学，想谈恋爱，想离开那个家，但一看到弟弟妹妹那么小，他们那么依赖我，我的心就软了。还是放下自己的生活，继续照顾他们。 好辛苦啊！我都不敢回头看，想不通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。后来，弟弟妹妹都大了，自立了，爸爸妈妈也都走了，我就在一家外派劳务公司报了名，我想到外面去看看。于是就从蒙哥马利的家，到了奥利这里。 那你还想结婚吗？不想了，早就没那个想法了。奥利就像我的弟弟一样，我想看着他结婚生孩子，我就帮他带孩子。不过目前看来，希望好像渺茫得很。嗯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他这个人是脾气不太好，但是应该也还有希望。再说了，以后我可以照顾你啊。 瞎说！我呀，我可以照顾你们，你们都需要我，我高兴着呢。以后啊，不许跟我抢活干。好，妮娜姐，嗯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把锅点了？啊，顺便再帮我参加一下比赛，可以吗？<笑>这个可不行。<笑><笑>爸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。准备出发。 青青石道佳美路，金深嘉湖高速，练杭高速，杭瑞高速，全程244公里，大约需要2小时59分。长途开车，请关注。辛苦了，亲爱的。嗨，这点路算什么呀？就是我现在的身体啊，隐隐约约有些不舒服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是之前参加那什么训练营吗？结束以后啊，我这脚就不舒服。 这平时走路没事，跑步也没事，就是我这一踩油门就疼，有种上刀山下火海、抓心挠肝的疼。要不要紧啊？要不一会儿去趟医院？啊，不不不，那倒不用。哎呦，就是我这脖子吧，特别奇怪。你看，这平时我们通宵上网没事，就这会儿，我这疼的都受不了了。
亲爱的，我爸让我回去呢，是有事情需要我去处理。再说了，你舍得让我一个人过去吗？还有，我爸都念叨了，说好久都没见到你了，你不想他老人家？哎呀，这孔亮峰真是吹得我眼睛干。也睡不着，一想到昨晚他离我只有一米远，他的气息混合空气里精油的味道，很特别，很温柔，很男人，很……哎呀，我形容不上来这种感觉，我好像对这种味道上瘾了，是精油的味道吧？他男人怎么可能这么好闻？完了，一回味到这些我又睡不着了。好想念那股味道啊。小面包，不要焦躁，这样我帮你点个香薰灯，江先生卧室也有，每天晚上我都帮他点上。据说这款精油可以安抚情绪，特别的灵。整天在那边吵吵吵吵吵，林可颂，你这体力太好是不是？你不睡的话就别睡了，我让你现在去锻炼。林，哎，这人又跑哪去了？林可颂，林可颂。你醒醒，丽娜，丽娜，怎么了？叫救护车！好，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里不能进。我想问一下，患者在被发现以前有没有摄入过什么食物或者药物？啊，我做的炒饭，就是火腿、香肠，还有蔬菜，我们也都吃了，没有问题啊。没吃药，平时也健康得很。那他有什么过往病史吗？这不清楚。我拉送来医院之前，旁边有一个翻倒香薰灯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上心电监控，0.3毫克，肾上腺素激素，生理盐水扩容，快！
陈凡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江天帆先生吗？不是，林可颂怎么样了？哦，他还没有醒。请问你可以联系到林可颂的家属吗？联系家属？情况这么严重吗？对，患者在昏迷之前接触了精油，我们刚已经对精油进行了化验，也对林小姐做了变态测试，发现正是精油中所含的醋酸沉香醇导致了她的过敏反应，而且情况相当严重。虽然我们已经使用了脱敏药物，可是情况还是不是很乐观。那个精油问了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没事？这是病危通知书，需要你们家属签字。林可颂的家人就住在上海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妮娜，马上给小雨私塾打电话。哎，好。张先生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医院不管用什么药都行，只要把人给我救回来。伊丽森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休息。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上次给千帆的精油和给我的是同一批吗？当然是。精油有什么问题吗？奥利没事吧？哦，那倒没有，是林可颂，他对精油过敏，住院了，而且挺严重的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们现在正在治疗他。我明明记得你那批精油我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检测出的沉香酯和他这次过敏的好像不太一样。这不可能啊。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一问。这么晚了，不打扰你休息，请这样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先把手放起来好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可颂。都是你，先生，先生，您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们这是医院，这事儿本来就是个意外，和他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和你们都没关系，和我有关系。你带走可颂的时候，要是我不答应，他现在会躺那儿吗？啊，那不也活不了他的孩子？就到这个嘴，你不觉得他可怜了吗？你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别激动。我们正在想办法积极的治疗，脱敏药也用上了，您放心，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新疆的，我告诉你，可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这条老命就给你换了。您先坐着，您先坐着，您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千帆，
林叔叔，可颂要是有个万一，我把命赔给你。给你带一边去。过来。小雨啊，到哪儿了？你赶紧的！你急得都下通知收插管子，你眼看这一口气要上不来啊！爸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安康鱼干，你知道对时间要求有多苛刻吗？从鱼肚子里拿出来就必须立马做。我姐有你就行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什么？一个破鱼干和你姐姐谁重要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！我要我，喂，喂。你个混蛋丫头，医生，可颂她怎么样了？放心放心，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我们后续还会治疗的。先出来跟大家说一声，大家不要着急。谢谢谢谢。没事，有什么情况我会再跟你沟通的。喂喂喂，大哥。喂，林峰，怎么了？啊，我，哎，我不是，我那个是，我估计手机有点问题，所以他自个儿拨出去了。对对对，没什么事情，没什么事情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赶紧睡，赶紧睡。哎，建芬，在林可颂过敏的精油里面，我们检测出了一种物质，是一种慢性毒药，它能慢慢的摧毁人的神经系统。我失去味觉跟这有关吗？有。虽然最终的毒理报告还没有出来，但是理论上说，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失去味觉的。这东西是精油里面本来就有的，还是额外加进去的？是额外加进去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也怀疑过这个精油，因为当时伊丽丝给我的样本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不是这次意外，这东西很难被查出来。但千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重点，而重点是重点是到底谁想害我？不，重点是，既然我们知道了毒物是什么，我们就有治疗的办法。所以说，你的味觉是有希望恢复的。这是这几天唯一的好消息了。那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你高兴呢？我应该高兴吗？精油是伊丽丝买来的，然后交给李燕，最后拿给琳娜。一共只经过三个人的手，三个跟我最近的人，其中一个人想害我，不，是已经把我害得失去味觉了。我不能害怕吗？但我相信这事儿不会是伊丽丝和妮娜做的，是吗？在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谁也不信，包括你。这是解毒药，说慢一点。Thank you.
哎，小王，来过来一下。你把这个拍一下，把监控录像拷走。我问你，你的精油是哪来的？每次都是快用完的时候，李燕就送过来了。那你每天会用多少？就几滴，一瓶大概能用两个星期。那你平时精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？以前放储藏室，后来我嫌麻烦，瓶子又小，就拿到我房间了。这个精油是英国产的，差不多半年前奥利在伦敦开始用的，是我买的，但是到了上海以后，他已经用习惯了，所以我就尽快让那个产品寄过来。如果我忙的话，我就会让李燕负责这个事情。那平时你自己用吗？不，我不需要，我没有睡眠障碍。大部分的投毒案都是仇恨报复，所以嫌疑人的动机很重要。以你对江千帆的了解来看，李燕会不会对他心存不满？千帆有时候脾气不好，但是他人真的再好不过了。就算是批评他，也绝对是工作上的事，绝对有理有据。他对李燕真的很好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查出嫌疑人的。谢谢。你再试试其他的，来，拿着。你的血氧浓度已经很高了，不能再加药了。为什么还是什么都查不出啊？千帆，这慢性和急性中毒它不一样，你的神经通路已经被关上了，现在可能需要长期服药，但这药效不好说。俊斌，对不起。咱俩之间不说这个，医学呀，有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们还是要去尝试更多的办法，比如中医、针灸、前端的试验性的药物。总之，别放弃。不能放弃。那个处心积虑。想要害我的人，就是要我放弃。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病人的指征都已恢复了正常，给他用的药物里面呢有镇静的作用，好好睡一觉，醒了就好了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，我们应该的。喂，喂，叶森，是我。奥利怎么样了？他恢复了吗？你的还没有恢复，药还是没有起作用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博士吗？啊？怎么会治不好他？他就是失去了味觉，怎么会治不好？怎么会？伊丽丝，哎，你先别急，你先别急啊。这样吧，等见了面，我再跟你细聊，好吗？电话里说不清楚。
是我伊丽丝。你不是说吃了解药就能好吗？为什么现在根本治不好？又怎么了？你撒谎！你害了我，你还害了别人。那是你的问题。喂，你说话。Miko， 金桔柠檬，谢谢。你是中学生吗？来个酒吧点一个水果茶。你喝多了吧？我戒酒了。你知道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不能面对自己。我不是一个好女人。伊丽丝，你是一个危险的女人。是的，你说的对，我最讨厌自己。我这样的女人凭什么该得到幸福？那你知道吗？往往越危险的东西，越具有诱惑性。我诱惑到你了吗？那我可警告你，不要离我太近。离我太近，我会伤到你。我也不想，可我控制不住。干杯。我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我害怕。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，不要，不要，我没有家。为了让他不离开我，我想尽了一切办法，我甚至威胁废了他。可是我没想到林可颂会出现，他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计划？我不告诉你，我谁都不告诉你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Just wait for this moment to feel the
tell myself there is nothing bad. Falling unto the end, seeing something happen. How can I escape? You said, don't be afraid.江先生的私人医生，谢医生。你好，江先生人呢？他说他有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哦，这个精油我用着过敏，江先生用了这么久，他没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排毒，他没事了，你放心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。啊，好，谢谢医生啊，谢谢。江先生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你找我？你看起来很累啊，是不是没睡好？我最近睡眠很差，总是做噩梦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什么也顾不上，压力全在你一个人身上。奥利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越这么说我越难受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不能回办公室说吗？我要问的事情其实有点尴尬。尴尬？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，还能更尴尬吗？直说吧。俊斌都告诉我了，我用的精油有问题。没错，他告诉我了。那你应该知道我要问你什么。现在李岩跑了，妮娜被我辞退了，三个人之中只剩下你。什么？你辞退了妮娜？她可是
蒙哥马利托付给你的人呀。我知道，但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任何人，也包括我吗？奥利，精油是我建议你用的，也是我买的。你怀疑到我很正常，只是我以为你会无条件的信任我。我也想相信你，可我需要听到你亲口跟我说不是你做的。不是我。谢谢你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那个给你下毒的人他做出忏悔，你会原谅他吗？那不可能，这人害我失去了味觉，这比要了我的命还惨。最可怕的是他是有计划，他每天按照剂量下毒，如果不能把这个人揪出来，我一天也睡不安稳。奥利，我记得听一位老人家说过，人之初性没有什么善恶，只是性本私。人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如果这件事最终伤害到了你，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赎罪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不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，仅此而已。是这儿的吧？啊！皇上不想回去了。你说我这都差点死了，他不来看我也就算了，他连个电话也没有打，微信也没发。哎呀，你呀是冤枉他了。你在抢救的时候啊，没见他有多着急，都说把命赔给我，和你一块儿去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这还差不多。叔叔，你都到这儿了，你跟我一起进去坐坐吧。哎呀，我就不去了，餐馆里一堆的事情呢，改天还有机会啊。嗯，好吧。你以后自己要注意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行李拿着。哎，丫头。啊。还有啊，就是你得记住了，在这儿啊，就是跟江千帆学厨艺。你住在这儿啊，那是因为时间紧，要封闭训练。别的就别想了啊。嗯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啊，去吧去吧啊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叔叔再见。再见啊。哎，这丫头没心没肺的。哎，我回来啦。妮娜姐。来之星，参加厨艺大赛。妮娜姐，你看我拿到什么了？妮娜姐，妮娜姐，妮娜姐，妮娜姐。妮娜姐，全先生，妮娜姐不见了，她房间也是空的。不用找，她不在。她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怎么办啊？不关你的事。怎么就不关我的事啊？他走得这么突然，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随便你。
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.怎么没够 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